男人不要以为你都可以当爸爸，要看一下你的下面两粒。洗澡的时候鼻哥 OK， 如果你的睾丸像花生米过去就不用当爸爸，不 OK。如果你过不去，那你有机会当爸爸，你就很 OK。这叫做 OK 测验。这就是三亿八千万哈，加油！好，你将来你的精子要生一个篮球队，生一个棒球队都没问题哈。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好男人冠军哈，他的数量也是打破我们历届，第一届2亿，第二届3亿，这届是三亿八千万哈。那我们开心把这个新好男人冠军送给这位苏先生，他是大四的学生。那你等一下再帮我点一下，有没有少一张哈？好，等一下你带走，加油！好，你将来你的精子要生一个篮球队，生一个棒球队都没问题哈，这是真的是新好男人。好，加油！我也无等去啦，我好，你别叠弯你了哈。嘿啊嘿，我甲你载好不？啊，你载载去。我不要紧，我无代志，我甲你载。啊，安尼咁好。啊，那你在家好不？好。啊，安尼真欢喜！没，我看你会行路，我看你会行路。哎呦，安怎？好，我踮妈遐可能我带一个，哎，讲，啊，你拄仔要行，我甲你载啦，啊，无你要行啊，台当到。嘿啊，你我看你个路会行，我想讲你只路阁行迄长路。我八十六岁啊咧。我阿公九十吧。你阿公？哎，你带我台北人过来食。哦，你台北人。啊，我台北人。你这个对。哎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你真好，妈妈，拜拜。